阶段呢会有十分钟的时间，我们请母士帮我们揭晓一下菜名是什么。哦，宫保臭豆腐。错错的，在这当中呢可以求救两次，一次三十秒，就是真的不行的时候就拜托师傅救救我。没问题。好，十分钟计时开始。上菜盘。先上菜盘哦。哦对了，而且上面啊是有陷阱的。对，好的，十分钟计时开始。来哦，你要不要闻闻看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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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了。确认食材。哦，对，那怎么闻这臭豆腐？还蛮香的。你觉得这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你不能憋气，我们要确认食材啦。要拿你的脚给我闻啊！是袜子。咸鱼对不对？对。吴师傅，咸鱼拿掉。好，拿掉。你现在把我搞晕了，你敢求怎么求救？问一下，这个当然叫做真真母师傅吗？用不到，虾酱用不到。时间在走，等一下，你再拿错了给我，我揍你！我跟你讲，等一下墨镜就拆下。我先问一下，宫保臭豆腐有没有相关的拿出来就好。里面有很多东西啊，就是要整的。来，我就直接跟你讲，臭豆腐拿出来，拿对对，葱姜蒜拿出来，葱姜蒜，干辣椒拿出来，干辣椒，花椒拿出来，花椒。姜在哪？花椒有要吗？花椒有，花椒有就有。啊，花生，花椒还有什么？花生。白醋应该用不到啦。白醋后面要点一点。点一点。锅边醋。好，它也有乌醋哎，还是有乌醋。对。辣油。辣油。我跟你讲，换乌醋，不要用白醋。好。好。啊，辣油要吗？辣油要留下来。啊什么？油泼辣子。阿莹没有。油泼辣子。啊？油泼辣子。那油泼辣子。还有油泼辣子，那怎么办？你要用吗？它有带料吗？你要不要试试看？有啊，这个不会臭啦。那好，对，下去。吴师傅为了以防万一，开始用口述的。对，不要让它接近它。好香哦！怎么样？好，你等下可以。它油多不多？油蛮多的。吴师傅，你是有心事是不是？低点油，讲那么慢。油在里面哦。十分钟再都拿一些臭的给你。来看对面。高汤的油，宫保对陈哥来说不难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就照正常的那个花椒油炼好，然后待会炸。花椒好了，然后那个什么豆豉要不要？豆豉把它一样泡油，豆豉泡油，对对对，把它压一下。好，然后再来那个油锅呢，要炸臭豆腐的时候放点葱，然后臭豆腐，花椒油，用那个汤匙，用花椒油去泡它。直接对对对，把它泡它。好，我每次看大家在备料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好奇，陈哥啊，用。你有需要用那么多蒜吗？对啊，有。那臭豆腐可以炸了，是那个三角对不对？对，三角，三角。一开四对不对？对。只要横切就好。一开四啊。对。陈哥要不要画刀？三角形还是什么？你要中间稍微把它切一下。要卤过吗？待会比较好入味。要卤吗？中间切一下。切一整。要不要卤啊？没有水锅。求救了啦！他没水锅。没有水锅。没有水锅。没水锅要水锅。很重要，要不要先花三十秒？要不要求救了？先救生意，看来得及来不及，我们把它稍微煮一下。来不及了。来不及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，那就直接炸。那不行啊，宝师傅啊，陈哥有不能输的压力耶。那我们把它切好的时候呢，用香油、蒜头把它抓一抓，去除。一点它的口，你要你要切的大三角还是小三角啊？一开四还一开二？就大的，要救是不是？求救了，求救了啦！求救啊！先花个三十秒，就是正常的那种大三角，可以救大三角，那就一开二哦。好好好，可以救两次。会不会不好入味啊？一开二。哎对，陈哥要不要求救？多大？等一下我还在切。它是一般那个板豆腐的大小。哦，那一开四啊？开四啊？对，还是要一开八？哎，有这么大豆腐不是这样子而已，还是要一开十六，一开四就好了吧？一开三十二，你们再闹，你们再闹，我觉得会影响到我们的友谊，我觉得。把它抓烟一下，抓烟，抓烟，当大玻璃碗，什么烟？因为你来不及煮，去除它的苦味，我们透过一点蒜头、香油，然后把它抓一抓，油炸。所以我把蒜头跟香油倒在这个玻璃碗里面，我觉得你最好先问一下陈哥哦，对啊，对，他会生气哦，他不会啊。通常以前我们要煮过，那臭豆腐先经过那个水煮，因为你现在来不及了。那今天没得水煮，你觉得怎么办？那不要用卤的，我的稍微卤卤啊，我就想卤啊。那你要卤就现在卤啊，卤啊，那我怎么做？你告诉我。那你就放酱油，刚刚花椒粒。然后再来就是把豆腐放进去下去煮，水不要太多，赶快把它稍微煮过，然后滤干，然后再把它炸，然后再炒。时间剩下六分钟，确定。
你要卤不如切小一点哦。好像哦。要听哦。很有道理。这个要对。不如再切小一点。你不卤就切小一点比较好入味哦。要听小一点比较快喽。我的专长就是从善如流。你没有要求救，我们要去对面领导了。我的人格特质就是耳根子软。没，你就是墙头草。所以陈哥不卤了。不卤了吗？不卤了吗？不卤。要不要小卤一下呢？小卤。那后面有热水，后面有热水，我要。我们来看对面。放什么？所以里面放什么？你也要卤豆腐吗？对。时间不到五分钟嘞。哦。对啊，怎么办？我们到底要不要卤啊？你尽量能快一点就可以卤了。好，那我来卤。需不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？我就是加。你帮我盯它快一点好不好，阿姨？这水就是怎么办的？其实这边备料蛮快的。我水要很多吗？可以，水就盖过豆腐就好。水越多，其实你要时间要拖越长，好不好？好。哦。所以这边豆腐没有划刀。豆腐没划刀。有啦，有划刀，有划刀，有啦，谁说的？谁说的？谁？凶手在那边，关到眼睛看不到，耳朵很灵。死我了！不要往里面倒哦，会危险哦。我只把老板放进去吧，放进去。豆腐一开几啊？六，我们开六。哇，这边一开36，对面一开8，哎，真的？对啊，感觉这边比较比较快，是不是？你坐到哪边？啊，我要卤多久？放完酱油。酱油了。好，你就下去卤。对。哦，然后另外一个油锅要准备好。油锅准备好了。啊。然后酱油多一点哦。酱油蛮多的。多多少？蛮多的。是有多多？就蛮多的，应该有半瓶吧。时间剩下4分钟，让它剩一点。就对面看了。加点糖进去。糖好。吴师傅想上来看看吗？哦，我现在不怎么想，而且现在被他戳到那个头有点晕晕的。你是不想上来看进度到什么，还是不想上来看到武雄？没有啦，因为现在头晕晕的，因为他我希望他卤一下下啦。对啊，卤一下。我等他上去可能就是炸豆腐这一类的。啊，你那个花椒粒什么不放进去一起卤哦？哎，对啊，要不要？哎，他不是讲得很好，就放进去啊。这一招是有看过的。对，非常好。非常，他在水上腾空大概1公分，这样是正确的吗？没有泡进去哦。我还没弄啊。哦，我兄，你是在低基金是不是？有啦，我有泡澡了。有泡到哦。有泡到，泡得很好。他为了要泡那个花椒哦，吴师傅，他把他请前说了，有些豆腐就没有卤到。你这个好坏？我讲陈述事实啊。请都有。我的手袋子不是我用的。你摸臭豆腐又摸。好臭！不是真的。OK， 我们看这边，真的好臭。换一边，等一下，就什么？哦，全家，然后糖，就不要理他，糖这边，对，再来卤，然后再来抓紧呢。他们都没有秋豆哦，醋啊，然后求救啊，注意点，要求救，求救上来调酱汁。啊，把你醋太多，哎呀，不会，再来还什么？然后那个酱油，陈哥应该做过很多次了吧？油就有两次，真的都不用，应该是差不多了，把它滤起来。酱油加太多了，邱师傅啊，尴尬了。不，要求救，求救了，要了，要不要救啊？四分钟，调酱汁了。对啊。然后我们要炸了，我们要炸。哎呦，他那个卤豆腐要破掉了，快滤起来。怎么滤？他不会滤，小林不会滤，我不会滤的。然后豆腐倒掉了。然后要把水吸干了才可以炸，一颗一颗吸干吗？哎，豆腐掉出来了，捡起来。姑娘，你就跟顶一样。一个一个吸干。昨天睡很饱对不对？昨天没睡，跟你一样，肾上腺素比较发达。小心油锅不要滴进去哦。哎，小心哦，小心哦，再冒烟哦，小心哦。要准备盖求救哎，陈哥你要用在什么时候？对啊，时间是不用一次吗？剩下3分钟，给三分钟两次，然后你那个可以锅子预热，然后。不敢炸，我来炸。热了。他说要干才可以下去炸哦。来了，要不要吸？那危险，不用吸。会喷到评审哦。这边好，这边好。这里哦。我觉得可以先炒料。可以，还是叫我炒一下炸。我行呀，你刚刚在看头顶，大家都后退了。没有，我怕有人冒烟要。大家都后退。立场怎么后退？超远，他说，算了，我们先炒料好了。大家退一个超远的，要求救一下说啊。好。我现在花椒油跟豆豉先爆香。对，所以宫保豆豉，人家宫保有豆豉。对啊，好特别哦。他说有啊。他说有，因为想说这个太客家口味吗？
那个味道会比较重。还是你做的是麻婆豆腐？不是啊，不是啊，因为我们煮的时间太短了。在这个时间，对啊，因为陈哥，陈哥遇到人生的十字路口，他决定把豆豉拿出来。好好好，他不愿意听邱师傅的话。对，没关系。他从现在开始确定他独立。他现在翅膀硬了，他现在翅膀硬了，捞出来，有点关节炎了。好，他现在下去炸，其他他不做了。是，可以求救了啦。你可以边炒料。对啊。快炒料，不要慢的，让它炸吧。请邱师傅上来炒料。请师傅来。帮助师傅，师傅。来，预备，我们一起说，预备，行。师傅帮帮我。开火，请就位。有，已经热，已经热了。三十秒嘛，三十秒。三十秒，计时开始。哎呀。然后那花椒油我们炸的跟那个刚才所以辣椒不用炒烹。嗯。你要拿炒烹，你用说的，用说的，用说的。来，再把它拿一下。然后再来，火熄掉哦。还要开火，好，来这里，我们现在葱白，哎，没有葱白啊，没有葱白，哎，为什么没有葱白？好，来，没有葱白，全部葱在那边，对对对，卡酱了，卡酱了，对对对对，你看这样，我先吃下味道，对不对？五秒，太咸，三十秒，好快哦，对啊，再救，直接一点到，要不要继续求救？再救三十秒，继续啊，我们要继续，继续啊，继续，继续是，对，继续，好的，三十秒计时开始。味道对了吗？味道对了吗？对对对对对。师傅，我可以帮你吗？这边辣油、花椒油，你可以自己选择哦。对，哇，好，师傅加油。差不多了，然后这边没有用的，把它拿走。不用。这个先不要收，然后这里拿走，不用拿走，放进去。放进去。然后待会那个炸好，把它放进来，然后葱花放进来，然后这一个放进去。好。会吧？对，我现在先放它。都不用调味了。然后等下葱。怎么可以把这个像大便一样的东西弄的？来，等一下，这个等一下，这个先把它炒，直接加一点高到。来，邱师傅，请各位墨镜戴上，对面要求救了，时间剩下最后的一分钟，对对，求救，求救，求救。那个邱师傅哈，眼镜戴起来要做好哈，预备，一起喊，预备，备气，师傅帮帮我，一分钟做到完，等一下，一分钟做到完哦，一分钟做到完。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放着就好了。给它有热度，不然怎么炒？太热了。你放在旁边，放旁边，放。你不要拿着，你不要放。它冒烟了。等一下，我给你十秒的时间想清楚。就连续求救，就一分钟了嘛。对对，60秒。好，一分钟计时开始。哎，动，我还没炸。哦。Oh my god！ 哦哦哦！太呛，太呛，好呛，太刺激了，太刺激了。有那么夸张吗？金乌熊太有劲，太大。哇，对，快，来不及了，大家都在打喷嚏，好呛啊！对啊，都不敢呼吸啊。真的好呛。还有什么？赶快加，赶快加。还有什么？做完了啦。做完了啦。我还有三秒，还有。感觉绰绰有余哦，厉害！接着接着接着，接下来什么什么？时间到就接着求救哦，好，好，接着没有没有，就一分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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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了，好，因为时间也不多了。不是还有高汤，看你要不要加？要要要要要。哦，加多少？要加多少？刚刚是有听到娘炮的声音。加多少？下下下下下下点，好好，太多太多。哎呦，挺亮的哦，要再抢吗？等一下再一次哦。好。9、8、7，没有再一次喽。对啊。停，时间到，先把火关掉哈，然后那个好再抢一次，抢再进来，放吴师傅啊，啊，刚好时间也到了，到了，对，哦，关火了，啊，关火，什么意思？时间到，啊，调好了，时间到，那就办就好了，哦，是不是？好哦，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要关戴墨镜，对不对？我戴墨镜，戴墨镜，关火，好，眼不见为净了，不是戴墨镜，很紧张哎，就近，时间到，那要拿起来了，会不会破蛋呢？我们上桌看，哦，好辣，好吃，好麻，哦，哦，哦。
杜丽，你是不是辣人？我那爱吃辣。This is bad right here。没有踩到你吗？又辣又臭。嗯，不是看我们的，随便讲。先不要嫩。好像比较多汁哦。嗯，里面的汤汁，后来我们有搞出味啊。先进杰瑞怎么做？啊，陈哥这边呢，他的宫保臭豆腐在炸的时候，你抓的比较前面，所以你后面有比较更多的时间去烧这个豆腐，所以他的豆腐里面的味道呢，就会相当的足够。对，所以我就会把票投给了陈哥。非常感谢，谢谢。但詹姆斯他不这么想，詹姆斯你在想什么？我们整个在吃宫保臭豆腐，希望它的香气是要很足。那其实你的香气很好，但是因为过度湿润的时候会把香气给拉走。这边的香气，不管是辣椒、是蒜头或什么东西，它会到这很顶的很足的。你的稍微弱了一点点。还好阿基斯不这么想，阿基斯。这个臭豆腐真的炒得很棒，你的辣度跟麻度呢掌控得非常好，而且水分也够。水分也够，那么甜酸度上面呢，恰到好处，我喜欢。对，好，恭喜你，有一胜。